正台湾唯一的嘉义市千秋节二十一号准备伫咧武当山先天上帝庙头前的广场来登场。伫前嘉义市长涂新泰是特别派着先天上帝的形象，徛上着十二公尺高的千秋为活动来带进营销，希望嘉义市独有的千秋节会当真正是全国性宗教文化活动。伊一定上说的嘛，也请着民众到家己来做客，做回来参与独一无二的宗教节庆活动。上届庆庆的嘉义市千秋节四月二十一号就要登场，千秋节官多高达十二米，看起来会当大约有四五层楼这么高。比赛的标准是看谁会当在上帝的时间之内海上高。市长涂新泰特别爱着先天上帝的形象，徛伫咧千秋节顶头，发出五块有缘的钱物为活动宣传，出人是一直直好，真正真刺激。很高兴，过来咱。讲到你下路头家吼，咱武当山的先天上帝伫遮再度跟我们全台湾、全世界人说，我的秋千节又到了，四月二十一号那一天，请大家来到嘉义，在台北部有天灯，南部有风炮，但是我们嘉义有这个已经两百多年的这个荡秋千，这个荡秋千是非常特殊的，用竹啊做的。所以哈，这个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热闹。一定抢手的嘛，特别到现场来参与三场记者会。以前为个空海成就是传统的民俗技艺，嘛是体育竞技，过程惊险个刺激，比体力嘛比胆识，运用着冒险困难的精神和坚强意志，邀请全国的民众做回来体验。那在高空的秋千已经举办了200年，这可以说是我们嘉义我们独一无二、全台独一无二的一项特殊的这个民俗的节庆，那么也是我们嘉义地区非常珍贵的一项历史文化的活动，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那么我们主办单位的用心。咱的阿海李六，那么跟伊妈妈跟咱社区咱所有干部，感谢大家用心为我们将这一份民俗的重要活动节庆，为我们不仅保存，继续生根。而且向上提升。1807年嘉义市千秋节就要伫咧二十一号在武当山下路头先天上帝庙举行。比赛分作单人组和双人组，搁再依照着年纪分为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三组竞技。比赛看谁会当伫咧上帝的时间之内海上环，但是限制只有男性会当参加。各组的冠军奖金各是新台币10000块，亚军奖金各是新台币5000块。第三名的奖品是高级的 TV 车，参赛者会赠送经由上帝爷加持过的得者平安发财钱囊啊！欢迎各路好汉前来挑战。最新新闻，中国民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